拳击是一种具有强烈攻击性、要快速反应与强大肌力的运动。以往只能在日本漫画或频道看到拳击手激烈对战与艰苦训练的过程，但你一定不知道，在莺歌高职就有专门训练拳击手的教练与场地。为了增进校内拳击手的国际视野与拳击技巧，莺歌高职特别邀请日本岩手县拳击代表队再度来台进行台日拳击友谊赛。举办这个台日这个拳击交流的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跟日本的一个国际交流的体育赛事活动，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拳击教练曾志强曾教练的一个穿针引线跟拳协做一个合作，那让我们孩子们有机会跟国际的选手做一个正式的交流，那透过训练再透过实质的一个友谊赛，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说拓展这个国际的视野，能够让自己的技能能够知道在哪里要做一个修正跟精进。在本场友谊赛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即将在三月初赛，为台湾争取今年八月里约奥运拳击参赛资格的林玉婷及甘家威，两人都希望在这场国际暖身赛可以吸取更多经验，更精进自己的拳技。很期待这次的中日对抗赛，就是也算是可以提前检验出我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我看还有哪些缺点还可以去做修正修改的，然后再和教练赛后去做调整。我对这场比赛非常有一种兴奋感，可以累积一点经验。谈到三月奥运参赛拳的准备训练，两人展现出高度意志力，并在积极增加重量训练。以训练来说，没有不辛苦的啦，就是还是尽力去做，即使练到流血流汗甚至流泪，我觉得如果说可以在比赛中好好发挥，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就是出去比赛，虽然可能没办法一拳把人家就把人家击倒，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可以拥有这一块的优势，让就是攻击到对手，然后让他会怕我。我们重训都会做很比较多，再怎么累都要撑过去的决心。拳击场上，拳击手紧盯对方每一个动作，迅速闪避与趁隙回击，这些都是平日训练得来。莺歌高职培育国中与高中的拳击手，是国内拳击训练的根基。台日友谊赛进入第二年，希望借由国际级拳技交流，能让国内拳击手更具备宏观视野，也为将来的每一场比赛奠下基础。数位天空新闻莺歌报道。